哇，好大份的！这个炸猪排也太大个了吧，比我的脸还大。最近网友告诉我，在 Sri Hadamas 有一家餐厅可以吃到很好吃的黑毛猪西餐，就是这里，Wild Hogs。 走，我们去吃猪肉。这边还有个古董车可以拍照，这个猪猪很可爱，来帮我拍张照。这边有很多古董车，老板应该是一个收藏家，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哪里？听说你这边都是黑毛猪的，有什么好介绍的吗？来。 这是我们最出名的黑毛猪与贝果 ribs， 黑毛猪的骨也摆上另外一份就是我们的德国猪手，然后这一个 威灵顿，我们的威灵顿是在全马来西亚只有一个卖猪而已，不是牛肉。我们有一个促销，是整盘这边有七种黑毛猪。OK OK， 这几道都帮我安排。好，谢谢。 Later， 哇，好大份的，里面有七种不同的猪肉，有炸猪排骨、日式猪肉串、炸猪排。 猪肉大香肠、烤猪肉肋骨、泰式猪肉串、猪肉饼，这个香肠很大条，它香肠很多汁，里面还有 cheese 的。这个炸猪排也太大个了吧，比我的脸还大。 很贵耶。 真的是太丰富了，是不是可以5到6个人吃？下次你们可以约朋友一起来吃这个猪肉拼盘，这个就是威灵顿猪排，第一次看到威灵顿是可以配猪排的。切开来看看，你看里面的猪肉是半肥瘦的，真香，外面脆脆的，然后这猪肉超嫩超多汁，这个烤黑毛猪肋骨。 只是半份而已，就这么大份了，直接用手抓来吃。这个猪肋骨配上它的秘制酱，更香更好吃。德国炸猪手，这个德国炸猪手很大份，炸到金黄色的感觉很好吃哦。这个炸猪手炸到很脆很香，火焰香蕉巧克力。 又冰又热的，超好吃的。这里晚上还有 live band 的。